中国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李云辉18日在北京表示，在中国空间站任务期间，科研团队完成了国内首例太空器官芯片研究，这也是国际上首例人工血管组织芯片研究，标志中国成为国际上的第二个具有在轨开展器官芯片实验和分析能力的国家。美国纽约大学南宫医疗中心16日发布公报说，该中心的一个研究团队将基因编辑出了肾脏的移植到一名以脑死亡代维持生理机能的受试者体内，出肾脏以正常工作的32天，创造了基因编辑出肾脏在人体内工作的新纪录。美国唐古尔大学尤伊斯卡茨医学院的科学家17日报道称，基于 CRISPR-Cas 主基因编辑技术 EBT101 可以安全有效地将 SIV 猴免疫缺陷病毒从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基因组中切除，这项临床性研究是推动人类艾滋病病毒疗法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感谢您的收看。制作这样一个视频只需要用到三个 AI 工具， AI 视力形象和视频创建工具 HeyGen， 声音克隆软件 VoiceAI， 文案生成工具 Weaver 并 Chat。 第一步，访问 HeyGen 的官网注册并登录账号，点击 Upload Talking Photo， 上传一张人物照片，最好是能够清晰辨认出五官的正面照。上传成功后，我们点击左侧的 Template 视频模板，这些都是平台的公共模板。 Landscape 是选择横屏模板， Portrait 选择竖屏模板，下面分了不同的类别，比如广告、电商、突发新闻之类的。本期视频我会用突发新闻模板来做过场演示。打开模板，点击 Use this template， 定位到第二幕人物出现的这个片段，右键点击视频中的人物，Delete Speech 删除，在左侧工具栏的 My Avatar 这里点击 Talking Photo， 双击我们刚刚创建的虚拟形象，手动进行播放，拉到屏幕中合适的位置，单击选中人物图片，点击左上角第三栏的 Remove Avatar Background 去除背景，在第一栏的 Talking Style 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说话风格，选择 Expressive， 人物说话时的面部表情和动作幅度会更大，更有表现力，选择 Stable 会更加稳定。第二栏的 Facial Expression Style 可以控制人物的面部表情，选择 Happy 会有明显的微笑和嘴角上扬。 OK， 我们暂时先停在这个界面，现在打开第二个 AI 工具微软并 Chat， 切换到由 GPT-4 驱动的创造力模式，询问并本周的科技新闻，大部分情况下并都会在回答中附上新闻来源链接。我们打开他给的链接，做这一步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找到新闻的配图，把对应的图片保存好之后，我们再切回到 HeyGen， 右键删除模板中的图片，将我们刚刚保存的图片直接拖过来进行替换，手动缩放尺寸，然后再将并给我们的新闻标题和正文内容分别粘贴到视频中的对应文本框，把字体调整到合适的大小，在台词输入控制里粘贴新闻的正文内容，接着我们点击右侧的音库，选择中文，男性，试听一下。你好，这就是我的声音，希望您喜欢。觉得差不多就点击 Select 选择，下方可以调整说话的语速和顿挫感。制作好这个片段之后，点击最左侧第一栏的 Template， 找到我们刚刚使用的视频模板，单击第二个片段插入，也可以多次点击插入多个场景，再回到川普头像这里，点击右键选择 Replace All Avatars， 再手动调整一下图片位置以及背景去除。接下来的步骤就和编辑第一个片段一样，粘贴新闻台词，选择中文语音，替换视频中的图片、新闻标题和正文，最后再把片头片尾的文本改一改。生成一分钟的视频需要消耗一点积分，在使用免费账户的情况下，最好将单个视频长度控制在一分钟以内。点击下方的播放按钮试听一遍。这项研究标志着中国成为国际上第二个具有在轨。预览状态下，图片是不会动的。觉得没问题了，就点击右上角的 Submit 开始生成。视频可以在五分钟内生成完毕。在主页的 Video 这一栏，可以查看并下载我们生成好的视频，将视频下载到本地，并在视频编辑软件中打开。现在转到我们的第三个 AI 工具 Voice AI， 创建并登录自己的账号，点击中间的 Switch Voice 切换音源，
音频库中有很多名人的声音克隆，比如奥巴马、拜登、希拉里、川普、Justin Bieber 之类的。给服务器的名字是 Mr. Mast， 还蛮搞的。你可以挨个点击试听。This is a standardized audio sample to demonstrate voice stability and tone without any voice acting. For optimal results, try doing your best impression. Voice.ai 注意到没有，在末尾会有一个音频水印，选择一个声音克隆，点击 Train 开始训练。一个音源需要消耗4600积分，新账号会赠送大概5000积分。训练完毕后，我们回到主界面，在上方可以切换录音模式和直播模式。在录音模式下，可以通过麦克风现场录制音频进行转换，也可以点击右侧的 Upload 上传提前录制好的音频文件。单个音频的长度不能超过15秒。直播模式可以对声音进行实时转换，比如线上会议或者跟朋友联机打游戏的时候，左下方可以调整音频转换的同步速度和质量，速度和质量是成反比的。后续的具体操作很简单，我就不演示了。把黑键生成的视频中的音频剪成单个不超过15秒的片段，分别上传到 Voice AI， 在录音模式下进行转换，再将转换好的音频中的水印剪掉，拼接到原视频中就行了。 Go! 兄弟发吧去啊。你刚刚说什么？我没听清。除了通过 AI 将静态图片转换为动态虚拟形象，黑站公司的创始人 Josh Su 最近还介绍了一种看起来更完善的解决方案。用户只需要录制一段2分钟左右的个人形象视频，就能通过 AI 将它转换为非常自然的虚拟形象，几乎可以以假乱真。除了 HeyGen， 还有另一个功能同样强大的 AI 视频制作工具，叫 Synthesia。 准确来说， Synthesia 的创立时间比 HeyGen 更早，商业体系也更加成熟，不过不提供个人用户的免费试用。这里有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YouTube 上有个叫如何在5分钟内完成的频道，所有视频中的人物形象都是 AI 生成的，音频也是 AI 生成的，短短6个月就达到了将近20万订阅。人家目前是成功的，所以我不好发表什么评价，但是从长远来看， AI 生成的内容是会让人审美疲劳的，比如前几年网络上充斥的各种 AI 配音的电影解说，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都是用的微软免费语音库中那个叫林夕的 AI 音频，导致我现在一听到就很反感。以现在 AI 的拟真程度，导致很多诈骗案件频发，骗子也在与时俱进。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Joanna 就跟 Synthesia 公司合作拍了个专题视频。 Joanna 特地去了 Synthesia 的工作室，使用他们的专业设备进行了视频和音频的录制。3周之后， Joanna 的专业虚拟形象制作好了。 Hello Joanna, you don't mind if I call you Joanna, do you? Joanna 使用 AI 形象分别进行了4个挑战，给熟人打电话，上传 TikTok 短视频，银行语音验证，与同事进行视频会议。语音类别的2个挑战都成功了，声音几乎可以做到以假乱真，他的朋友和妹妹都没有第一时间分辨出是真人还是 AI 在说话。最离谱的是连大通银行的生物识别都通过了，上传的 TikTok 短视频被观众指出人物几乎没有表情，也没有肢体动作，跟熟悉的同事进行视频会议也第一时间被认出不是本人，主要问题还是表情和肢体动作。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请保护好自己的声音和照片这类个人隐私，谨防 AI 诈骗。如果想了解更多新鲜有趣的 AI 资讯，请订阅我的频道，下期见咯，拜拜。